警察？哎，不是，您等会儿。开门，好啊。不是，您等会儿，我还没。哎，唉，回来三天了，两个晚上在所里住的，我这是谁呀？这是。不是，喂，您哪位啊？昨晚是你把我带酒店去的吧？不是那个，不是是那个，你那天不行了，我们出来见一面。啊？我们出来见一面。总共跟他见过两次面，第一天睡在机场，第二天睡在所里，不知道今天会发生什么事情。嗨。哎呦，嗨。昨天，对不起啊。啊？我朋友以为我遇到危险了，所以才报警的。啊，不是，那没事儿，我。那今天表示歉意，我请你吧。啊？哎。啊？你上次不是说我跟你前女友很像吗？啊，你还记得？是你跟她确实很像。那你跟你前女友感情一定很好。还好吧，其实就是对他挺有歉意的。其实我上个星期刚刚分手。啊。我对他也没有歉意。是吗？哎呀，其实也没什么，都，哎，都过去了。要我说，你就别喝了，好不好？都过去的事儿就别再想了。哎。哎，不是。哎，不是我，哎，你怎么又倒下了？哎，小心！咋他妈又回来了？哎，不行不行，我这次不能在这多待了。